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要重现，就是新加坡凉泉奇美这个牌子葱油饼。那葱油饼凉泉奇美是周杰伦代言的，在2018年的时候，在新加坡有开大概几间分店，可是又在2020年的大概上半年3月4月左右，就是全新加坡的店都一次关到完。然后它的售价那个时候光葱香这个，如果是没有加蛋的话，是大概售价是新币1.9块钱，然后有加蛋是售价新币2.5块钱，然后有加料的话大概是3.9、4.9跟5.9不同的价位。然后我今天要重现呢，就是在新加坡吃得到的凉泉奇美的周杰伦的葱油饼，因为他现在呢，我前一支影片有介绍说，就是他现在在 NTUC 有特价，所以你买得到，你可以在家自己做。然后我今天有准备几个料给大家看，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什么料。好，首先做葱油饼一定要有就是周杰伦的葱油饼，所以今天是准备两片，一片两片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还有做什么料？我先准备蛋4颗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玉米粒，它是没有加 cream 的玉米粒。然后还有这个是尾鱼，有加 mayonnaise 的尾鱼。然后这个是 bacon。对 ，NTUC 卖的 bacon， 然后这个是也是 NTUC 卖的，这个是蟹肉棒，然后再来就是生菜，这是洗过的生菜，然后我们现在要重现，然后我们甚至要把周杰伦的葱油饼呢做到就是美轮美奂，所以其实在家就可以自己 DIY。OK， 首先准备一个平底锅。你可以先备料备好，像是蛋啊，可以先打好，所以我们就先准备蛋4颗。喜欢就是不用搅匀，可是我本身我自己是喜欢搅匀蛋，所以我会先把蛋搅在一起搅散，只是蛋白跟蛋黄搅匀就好了。对，好，蛋汁就备在旁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开火啦。前一个片有网友说我的火太大，对，好，我现在稍微把它关小火。我先让锅子稍微的热一下，然后它里面有刚好有水分，先让它用好。然后玉米粒我会准备这种，就是有冻的汤匙，就是泡面吃泡面用的玉米，那个吃泡面用的汤匙。然后这样摇玉米粒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摇到汤汁。然后因为要备料，所以葱油饼先备，所以我先放葱油饼下去，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先等它一面先大概金黄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来手撕这个蟹肉棒。所以没办法手撕，所以我们要剪刀剪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葱油饼就好了，所以我会用叉子稍微夹它，确定它有没有。
没有金黄，可以再等它一下。然后今天做的是，我想鲔鱼加玉米，然后加蟹肉，然后再加蛋。然后做法其实有很多种，煎一次，所以我们先放蛋丝，大概两颗的量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放蟹肉，是葱油饼煎好，然后在干的一个操作台上面，再把料铺在上面，然后再对折，然后放在纸袋给客人。然后因为我们在家吃，然后因为有一些料其实是从冰箱拿出来的，玉米也是从冰箱拿出来的，蟹肉放鲔鱼都是从冰箱拿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吃到是热热的。OK。加另外一面，再让它蛋汁凝固就可以。好像就是让它到金黄为止。它已经熟了，好，就可以直接盛了。好，第一个口味好了，然后再来。
第二片。第二片我就想做蛋跟培根。这时候先准备蛋汁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准备我的培根。培根是两片，所以先准备两片培根。好，昨天我试做的时候，其实我有挤番茄酱。然后今天我只有 chili sauce， 所以今天可能会在上面挤酱的话，会挤小小的酱，然后再写字这样子。OK， 然后这个时候到蛋。可以写字，你要写哪一个？火腿、玉米、培根、培根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培根。然后这个呢，因为是两个人吃，所以我们会先把它剪一半。这一面在外面，所以就给它翻过来。哎呀，好。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加这个生菜。这个是美珍香的鸡肉松，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包起来。
鲔鱼玉米蟹肉棒加蛋的葱油饼，然后一样把它往这边写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这边写字，然后用这个麦当劳的就把我那段删掉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图没图。你要剪刀剪，剪超小角。你怎么找到最后一包？对啊。下次，你用辣椒酱？对啊，我用辣椒酱。这是培根蛋，然后这是鲔鱼玉米蟹肉棒加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